讨论演化的时候啦，你一定要去定义什么叫物种，因为我们演化会说啊，物种新的物种诞生，旧的物种灭绝。那我怎么知道那个物种跟那个物种不是同一个物种？到底物种是什么？什么叫同一个种呢？你们国中的时候给的定义叫做这个定义叫做生物种概念的定义，是指两个个体或两个族群可在自然状况下可互相交配，并且产生健康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这两个族群或是个体就可以称为同一个物种。这个理念这个定义是1942年梅尔提出来的，很久以前哦。可是在这个年代更前面，那时候的种概念更加的直观，叫做形态种概念。林奈就是形态种概念，标本一比对好像哦，同种吧，哎，不一样哎，不同种。那你们也知道这样子的概念用形态来做分类绝对会有大问题的，对不对？大麦丁小吉娃娃差好多哦，同一种哎，他们是可以生殖出有生殖能力的后代的，虽然需要一些辅助啦，这样子。那这是外形，所以早期叫形态种，科学家发现这样不好，所以梅尔这个是演化跟生态学重要的大师，他就提出生物种概念。这个概念很棒啊，因为它可以操作，你可以测试，对不对？可是它还是有缺点，所以我今天要补充的是缺点。第一个缺点 too little sex， 太少性，什么意思啊？有一些生物没有性生活，你看上面的定义哦，自然状况下可互相交配，有些生物是不交配的。举例，细菌不交配，细菌只有无性生殖。另外一种轮虫叫做自行轮虫，它以前是有性生殖，有雄虫雌虫。在一亿年前，雄虫全部不见了，只剩雌虫。而现在的这个轮虫的雌虫，就靠无性繁殖的方式来繁衍。它们已经没有性生殖了。既然没有性生殖，就没有交配。如果没有交配这个动作，你如何来定义这个轮虫跟那个轮虫是不是同种？所以有一些生物没有交配这回事，你就没办法用是否可自然交配生出有生殖能力的后代来定义了。再加上这个化石，猛犸象跟现在的非洲象是同种吗？我们来做实验看看好吧。不能做实验，因为猛犸象没了，你永远不知道它跟非洲象可不可以自然状况下交配生出有生殖能力后代，没办法。这叫做没有办法交配，叫做 too little sex。 相反的另外一群叫做 too much sex， 太多性。这个例子是指植物，植物是个很特殊的一群生物。我来说明一下，你们对于染色体的表示熟悉吗？假设有一个植物，它叫 A 植物，它的染色体叫做 2N 等于 4，2N 等于4代表它是 2N 的，染色体有4条，第一对染色体2条，第二对染色体2条，这是它的染色体状态。另外一个植物呢，叫做 B 植物，它叫 2N 等于2好了，简单一点，它只有2条染色体 2N。今天的这个 A 植物呢，行减数分裂产生配子，它的配子长这个样子。而这个 B 呢，行减数分裂产生配子，它的配子长这样子。这两个配子明明就不一样，竟然给我受精！我天哪，干嘛受精？变成这样子的配子。好，这个配子呢，就长大了，变成个体，见鬼了。这个个体呢，我们怎么表达它的染色体？叫做 EN 等于3。好，这个个体呢，无法繁殖，因为它的染色体是单套的，它没有办法产生配子，因为它不能减数分裂，它只能无性生殖。好，到目前为止 A 跟 B 是不同种的，很有对啊，因为它是无性繁，它没有办法生殖。但如果哪一天这个个体哦，它染色体复制 DNA 复制之后却忘记分裂了，是不是就出现第一对变两条，第二对变两条，第三对变两条？哦，见鬼，这个叫做 2N 等于6，它就可以有性生殖，它就是新的物种，它叫 C。在植物界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因为植物的染色体多一条少一条，多一套少一套，没关系，不会死。我就算不能有性生殖，我无性繁殖啊，营养器官繁殖。我们动物不是哦，动物多一条染色体都是严重的疾病，最轻微的疾病就是唐氏症，唐氏症还算是轻微的，因为它还活着。大部分多一条少一条死也死掉，我们动物对染色体的数量很要求，但植物就随便，所以植物的性生活比较乱，所以植物的演化比动物快很多。我们动物死就没办法演化。那所以这个第二点 too much sex 主要是针对植物，也就是说前面梅尔的生物种概念哦，在植物行不太通。好啦，所以你们知道，当我们现在高中课程在教，尤其是国中高中在教生物种概念的时候，有一些学者是不高兴的，他就说：“你看你们又来了，又是动物学的思维，都是动物思维，你们都没有想到细菌。”都没有想到无性生殖的东西，没有想到我们植物，
你们完全都只有动物的想法，这样子。可是没办法，因为除了梅尔的生物种定义之外，生物种概念之外，目前没有更好的了。它已经是有瑕疵中比较少的，它可以操作，它可以弄，至少很多物种可以 follow 它。那不能 follow 就用别的办法吧，对不对？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哦。好，这是对于同种定义的一个说法。好。